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节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往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牧师，咁好有趣啦，你讲到关于电脑程式啦，即是你藉着因为认识了电脑程式，咁而你更加认识就话神点样藉着佢个话语，佢个信实去创造呢个世界啦，或者让你理解到咧呢个世界系点样运作嗰啲原则啦。咁但我都发觉好有趣嘅就系，譬如喺教会当中咧，我哋好多嘅门徒啊、全职啊，佢哋都会能够操作恩赐啊，甚至策略家呢啲能够操作 call 位啊。咁其实都令我谂起一样好特别嘅嘢，就系咩咧？就系其实我哋都系一班咧去运用呢啲程式嘅人。但其实呢，牧师你自己呢就是写呢个程式嘅人。但好多时候呢，我发觉以往点解啲人呢，佢哋啊学咗你嘅嘢啊，然后反而佢自己会骄傲呢，其实就好似一个呢学识咗揸车嘅人，佢以为自己叻过个做嗰架车嘅工程师。即係一样咁愚昧嘅，就是发觉有一个啊咁有趣嘅对比。哦，係啊，因为如果讲关于电脑最大俾我启迪咧，系俾我理解希伯来书所讲，万有都系藉着神嘅话去托住啊，同埋咧神用佢嘅话去创造呢个世界啊，咁样。因为嗰度提到佢神创造呢个世界啊嘛，用佢嘅话。但系一般人去理解嘅就系、是，就系我哋所见嘅嘢啦。但系问题我哋知，你读得书越多嘅话咧，你就知道呢个世界有好多嘢咧系你眼见唔到噶嘛，原则啦、数学啦、化学啦。或者我哋所讲嘅生物学啦，我哋所讲嘅所有知识啦，都系属于呢个世界一部分。冇呢啲嘢，呢个世界根本组成唔到噶嘛，系咪？而因为咁，我理解咗一样好特别嘅嘢啦，就系当时呢个系我翻嚟嘅时候去讲神嘅话嘅时候咧，我常常都提到嘅。呢个就系点解神要用我哋有生之年里边咧，唔系净系做善事咁简单，系要我哋去学习去用 word。知道 word 的 power 几紧要，而并且我哋要完成我哋一生嘅时候咧，系要藉着我哋嘅 word 去改变自己啦，用我哋嘅 word 去构造呢个我哋嘅人生啊、生活环境啊，甚至系我哋自己信嘅嘢啊、相信嘅嘢，同埋我哋祷告嘅嘢，都系藉着我哋嘅 word 去完成咯。因为最恐怖就系一般人佢企喺个 reference 当中，就系因为佢企喺个叫参照物啊。而导致佢永远唔知道事实嘅真相。大部分人理解信仰，佢哋嘅错误点同我嘅奇异点咧嘅分别就系咩咧？佢哋嘅错误点就系佢哋嘅参照物喺呢个世界，所以咧佢哋睇信仰咧系当系生活起居方式、生活过程方式去理解信仰。嗱，咁 OK， 你执行嘅时候 OK 嘅，但你用去了解信仰咧系未到嘅，即系仲未到嘅。因为我的奇异点呢，我不是企在这个世界去理解信仰，我是企在电脑去理解的。电脑的世界用 Word 制作出来的。那我用 Word 去理解这个世界呢，那就跟他们用世界成为一个参照物，我用神的话做参照物，两者不同。因为世界大定的神的话大，哪样创造哪样，一定不是这个世界创造神的话的嘛，一定是神的话创造这个世界的嘛。所以我是因为理解电脑呢，我对信仰的参照物就是神的话。所以我用神的话去理解世界呢，我就用神的话去理解圣经。圣经的世界我用神的话理解，为什么这些人会遇到这些东西，为什么神要他们做这件事，为什么他们最后不听话会变成这样，听话又变成这样。那个我不是用世界做参照物，不是用人情事理做参照物，我以神的话做参照物。咁所以我用咁样去理解圣经，但我亦用咁样去理解我自己嘅世界，我创造嘅世界，亦理解咗我将来嘅世界，亦理解神点解用我控制自己嘅思想，然后使到我嘅思想咧，我嘅内心咧系充满咗信心之后咧，并且充满神嘅话之后咧，用我信嘅话去 speak 去讲出嚟，去创造我嘅教会，去创造我嘅将来，去创造我所信嘅嘢。我嘅参照物就系神嘅话。但一般人的参照物呢，可能甚至是他的教会，即是不要讲世界了，还窄到就是他的教会或者另一个基督徒，这样去理解信仰。但我用这个方式呢，
我先至慢慢脱离咗，即系我打从一信主咧，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嘅。我系参照物咧，系我身边嘅真道教会嘅。但系当我理解电脑之后咧，可能我全部投入去嘅时候咧，就发觉电脑就系好似一个受体，一个完全听话嘅空间。然后 Word 就入去 create 你要有嘅嘢啦。咁样，我用咁方式理解，哦，咁呢个世界咪就系一个神预备嘅受体啦，神嘅 Word 去喺呢个世界 create 所有嘢啦，系咪？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节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的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王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风雨情未改，真心永沧海，岁月经多少百奈，足迹遭阻碍，心中爱遵照神语展开，全凭着真道健康达宽待，夜难中赞风已彩，雨烟拨开，主光照心内，心恩眷爱如洋海，万片里爱，心中铭记神话语，未冷怠，满腔主真爱，光辉见证如云彩，心体验救主大爱，解开道坛原来，言行而足写将来，连绵延续最